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蕾蕾，我现在在金门，我差点讲西门，我现在在金门的民俗文化村，摄影师对吗？啊，很好，那我们今天要教的歌是郭靖的新墙。为什么要叫新墙呢？因为你看这边的墙是不是很漂亮？对，绵延不绝的一道墙这样。好，那这首歌呢，我们今天弹的是很简单的 C 调，那我们来介绍一下有哪些和弦。首先是 F， 然后再来是 G7 Em7 然后 Mi， 然后 C， 然后 C7，也都非常的简单，而且我们的弹法从头到尾都一样，就是这样子。仔细看哦，下切上点上 ，OK， 第一个是下，接下来是切上点上，切就是用你的手掌压住你的弦的同时，你的食指要往下拨，所以它就会出现了这个声音。然后再来是上，就是用你的食指往上勾，通常你就是会勾到第一弦，就是一个小小的声音就可以了。那点也是一样，用你的拇指往下点，通常你会点到第四弦，也是一个小小的声音，对，然后加起来就会是这样，切上点上 ，OK 吗？好，所以我们整首歌就是这样。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难，你觉得没办法边弹边唱的话，那你就可以用下下下上下下下上，对，你可以用这个来取代。那或者是你觉得这样也太难的话，就更简单一点，就是全部下就好了。你的心有你的心有一道墙，当我发现一扇窗。你只要唱得好，其实没有人会 care 你弹什么的，好吗 ？OK， 好，那我们这首歌就这样，也没有前奏，也没有尾奏，就直接开始。对，因为我们现在在赶时间，没办法录太长。好，就这样了。Are you ready? One, two, three, four。一个人眺望碧海和蓝天，在心里面那么灰就淡一些，海豚从眼前飞越，我看见了最阳光的笑脸，好时光都该被宝贝，因为有限。我学着不去担心的太远，计划太多反而能勇敢冒险，功夫的过每一天，快乐的看每一天。第一次遇见阴天，遮住你侧脸，有什么故事好想了解？我感觉我懂你的特别，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。谢谢大家，拜拜，再见，喜欢。